干两下好辣，我刚才就不辣，好辣呀！啊，那个特辣火锅你都已经没问题了，要不然今天我们搞个特麻的火锅，全是花椒那种，要不要体验一下？辣我都不怕了，这麻更没问题了。哎呦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好好好，先带你感受下特麻火锅呀。 有好辣吗？有点辣，很辣。黑辣吗？这我都搞好了，黑辣的嘛。我们那个招牌就是辣辣辣。招牌就是辣辣辣，我的体验还是在这儿。我要吃那个很麻的，很麻的那个，说你们那个什么有一个老麻蘸碟是吧？对呀。特辣锅你加那个老麻蘸碟，那天吃那个特辣的，你没过到瘾啊！今天给你搞个特麻的，你看这个花椒，爽不爽？哇！哎，你就不要吃油碟了，你就吃这个干碟，全是花椒的。哎，那个叫老麻干碟，来来来，今天。 你的专属啊，这个绝对爽，这个是我的啊。哇，那个花椒，嗯，舒服。先把那个肥肠倒下去哈，吃麻辣火锅用心点有点儿。来来来，走到重庆第一块，这绝对是毛肚儿哈。你说你要吃哪种毛肚儿？我想吃更脆的了。更脆的哈，那个脆，那个糖精麦鸡爪你得随便哪个糖它都脆哈，都是一个字脆啊。来来来来来，你的专属，你不是不怕噻，是不是？哦，来来来，放起，空包。 好，发的给你吃，我吃全毛肚的。我先尝个鲜的，怎么样？哇！刚刚说的是洒洒水吗？现在怎么有一点？说不出话了，好咋回事嘛？看到，哎呀，我教你，哎呀，特麻个嘛。我先降个温哈，我先用我的心电有点来降个温，哎呀，第一口必须是毛肚的。 哇，那个真的是一种挑战，我讲那个招，然后我，哇，来喊住一下，来吧，老朋友，我讲，啷个去嘛？啊，马上吃那个，有味儿的，嗯，哇，哇，哎呀，花椒太麻了，啊，喝点，这个入嘴，哇，舒服，哇，你看看，哈哈哈哈哈，来来，尝一下，尝一下。 凶不凶？麻不麻？比哪还凶啊？来来来，去吃个小吃，这炸的小吃，猪尾巴。哇，好好，我还是撸了过后再炸的，撸啊！嗯，你那个那点好。嗯，你看尾巴好吃，我还好怕哟。前几天都是带你去吃的我们重庆传统火锅的，说今天来带你吃下儿，感受下儿我们重庆现在的创新火锅，晓得嘛？哦，不要你说哈起我们重庆全部是棚户区，没得好的得。 我们要让世界看到我们重庆也有好的，只是说做的那种是怀旧风格，晓得不？我们重庆的火锅馆都叫怀旧风格，不是没得好的哈，记到哈。来，真挚给你卧槽，尝一下。嗯，哇，好好吃。嗯。 真挚给你卧槽，我讲卧槽，好宽，好厚实，而且它吃起来不是那种特别的弹牙齿那种脆，它是那种真正的卧槽的嫩脆。嗯，哎，卧槽！嗯，哇，卧槽那种爽滑度好舒服。嗯，已经接近于就是卧槽了，哇，好爽，哎。 毛肚根子配粤个五色干碟儿，五色干碟儿五种口味，影响差一点。来吧，来你选一种。我来个黄豆面。你把我毛肚根子都黑了，你还来个黄豆面？你真的丢人！你刚刚你说你要吃特辣都没问题的，来来来，胡辣。我来个胡辣吧。来来来。哦。这个特辣，这是胡辣，这个是老麻。哎。那块你的。好。 嗯，除了那个老麻的，还其他的都是洒洒水啊。嗯，我都不行那个咸，我都必须要吃老麻。哎，就是送给你。啊。哎，干碟不是很辣，但是有点寒，他给老板提个意见，干碟太寒了，辣到要命。
我那个小妹儿，这干辣椒好辣，我刚才做过了，好辣呀！来来来，给我打碗饭来，老板。说句老实话，吃辣的话，我都真的算凶的了，没虚过哪个。哇，那个他那个又是麻呀，又是辣的，那个干的我讲，确实真的遭不住。我还算了，我那哈儿此时此刻，我承认我是一个老年人，我还是吃点传统的嘛。来来来，不行了，来卤汤得。看你今天还敢拿这个泡饭不？我拿火锅下饭不行吗？啊，我不泡饭可不可以嘛？我下饭长腿下饭可不可以？哎呀，我讲他那个锅底啊，没得热火锅那光就上去了，但是他那地方还要又麻又辣。兄弟，我刚才吃了那个麻起来，真的，我仿佛上到了天堂那种感觉，真的。空气都麻了呀！哇，那个肥肠卤的好好哦！哇，肥肠卤的好。我蒸饭了，我蒸饭了，那个确实太辣了，我吃起遭不住，遭不住。肥肠、生蚝，哇，黑色猪尾，来来来，哇，猪尾巴、肥肠、生蚝、嫩肉片，不管再辣，风格不能改，是不是？盖饭盖起，哎呀，啥子嘛？你敢说我不拿要泡饭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啥子？我还不是给那个弄起了，是不是？我给你弄完嘛。哇，弄一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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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把那个饭碗来来，给他弄一碗，嘿嘿，看到没得？别个直接给他端起来，就是给你端的那种，哎呀，来，嫩肉片，长腿儿，好好好，你个人去办，来，用你们那儿的习俗，我们俩走一个，来，走一个，来，走一个，来，嗯。今天那个火锅超味道，你还晓得啥子？中国的新川牛肉味，创新重庆麻辣火锅味儿，哇，真的，哇！今日消费509元，我给你总结下，他那家的菜品品质都非常的好，全部是用的那个好货，啊，锅底特别浓，只不过啊，他那个加那个炒的那个胡辣那个茄子椒啊，加多了，最后啊有点放火，希望老板能够改善一下。